那好，我想啊，我在网上买了一个黑板，那我看一下，这是今天代办的事项，我们把喂南瓜和这两个是一起做的吧？去叫南瓜，看没有？这是切好的南瓜，我们去喂一下。筛选一下黄粪虫的种虫，看这些，哎，好不容易筛选。我们这个做完了，现在去搞这个吧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大家支持。